go.看，我们把这个关上。哎呀，手机。钩从这个鱼背上穿过。好，看好了，这样子的，然后放到水下就行了，等着鱼咬了。鱼咬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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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咬上，继续，来吧。突然鱼没有，这怎么回事？咬了，鱼咬了，看，咬到拉着漂再走，好像用着了，哎呀，没挂上啊，今天怎么回事？又咬了，看到没有？咬了，继续咬咬咬。这个鱼怎么不咬了？这个鱼咬，用力咬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个鱼估计太小，这是一口咬下去，又咬了，看。挂不上呢，这问题值得探讨。又咬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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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下鱼上来了，鱼上来了，看到没有？这是一条可爱皮，这是一条可爱皮。让我们近距离再观察一下，啊，这是一条银亮的可爱皮。别动，来个特写，小鱼别跳了，来一个特写，咦，笑一笑，笑一笑，笑一笑啊，好，好，我们把这个鱼放了，哎，放了，哦，好了。